真的假的？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淋浴啊！天呐！是，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。彤彤讲过了，买汽水，这只没有。那这只是招魂幡，差了20万，现在差了2万多，先生，太扯了，不要再冒险了。那不合理呀、啊！27，打定机吧。诶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主线卡住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主线卡住而已。所以如果我要让它升的话，我需要什么东西？重复的角色，还有，是不要再讲的呀？啊，还要打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好累哦！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去看一下需要什么素材。对，我到时候缺那个啊，又缺那个。